应该说如果时间再重来，我可能会比较希望我是可以很勇敢的去跟他讨论会离开我们的这一件事情，不管是他这一生好的回忆或者是他的未完成的遗憾，就算不去做，可是也可以陪他多聊一下这一块，或者是他希望我们在他离开之后可以就是是怎么样过生活啊，或者是希望我们可以保有哪一些人生观念。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很常抱他，但我觉得如果就是重新来的话，我会希望就是可以就是再多给他一些拥抱，或者是就是一些力量这样。姐姐差不多可以嫁的那个年龄了、啊，待嫁的那个年龄。所以你现在最烦恼的是什么？也要一个感觉好像还不错的家，还不错的家，让人嫁娶，然后有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喜事嘛，人家亲戚会来，对不对？那总是啊，让人家看着就是说，一个家还感觉像一个家。